喂，开心，你在哪儿？我出来买点东西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行，你们放心吧，啊。你好，给。你们已经交付了赎金，对，我希望王特拿了钱之后能放了艾米尔。你们为什么不按照我们的方法执行？你们现在交付了赎金，我们已经失去了主动权。根据我们的线索，绑匪很有可能藏匿在南区。南区是一个货运码头，如果他拿到赎金，通过往来的船只逃离出境，到时候我们也无法保证人质的安全了。叔叔，哎，叔叔，南区，货运码头。哎，对对对，奥利斯，你好好想想，王特以前跟南区的哪家货运码头合作过？我不知道他跟哪家货运合作过，但是他之前好像跟我提过一次，他说他要在南区那边租一个仓库，但后来好像是因为价钱的原因没有谈拢。那我们去，现在，伯父，走，你别激动。在这儿等我们，在这儿等我们。好，报告，进来。发现嫌疑人踪迹，在哪儿？绑匪半个小时前由南区高速驶向了市区。太好了，全程布控绑匪的车辆。王特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按照我的要求做，你从桥上下来，回到车里，赶紧。喂，王特，我已经上车了，然后呢？你上了车以后，一直往前开，先到路口你就掉头，我让你什么时候停，你就什么时候停。
停车。还没有人呢，你放心吧，他现在很安全。他被我放在一个定时水箱里面。如果一个小时以后我没有回到他的身边，那个水箱就会充满水。结果怎么样，你应该想得到吗？王特，我警告你，如果艾米尔有什么不测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艾米尔的生死掌握在你的手里面，如果你想救他的话，就乖乖的听我的话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你现在没有话语权，开车。能不能不要什么事都找我？你不会找何一坤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在处理人命关天的事情，有天大的事。你都不要再来烦我。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对待胡娜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一定会得到报应的。我现在不就得到报应了吗？前面到收费站了，有警察。如果我被警察捉到的话，艾米尔也会没命的。出示一下您的证件。证件？对。给。车里还有人吗？没有。把后备箱打开一下。谢谢合作，你可以走了。好，谢谢。王特，我真的觉得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。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，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逼上一条死路呢？你闭嘴！
你了解我吗？啊？你生活在有钱的人家，而我呢？从小到大拥有最多的就是愤怒。我们家没有钱，我也没有在健康的环境中长大。在没有遇到艾米尔以前，我曾经质疑过我自己。可是遇到艾米尔以后，他改变了我，他让我变得乐观，变得和善。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是你激发了我的毁灭性。对，王特，你说的对，这可能真的是我的错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也许我也会这么做。王特，我知道你其实不想去伤害任何人，你只是想去抒发你自己愤怒的情绪。可你不知道，你这种情绪会让你去伤害别人，会变得具有攻击性。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种无意识的自我摧毁的意愿，一种死亡的本能。如果你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，你就会去伤害别人。王特，我觉得人生有时候，就像这个雨刷器一样，看似每一段的人生经历都不同，但却有着相同的轨迹。其实人不一定要活得那么极端的。王特，你知道我看到这个雨刷器我想到什么吗？想到我们小时候玩的跷跷板，你也玩过的，对吧？我相信你一定玩过，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跟自己最好的朋友一块玩。两个人玩着跷跷板，一起笑着，一起唱着，一起数着数，这种感觉特别好，特别的舒服。你会感觉自己想沉沉的睡去，你仿佛闻到了青草的味道，特别特别的香。你去体验着自己呼吸中的味道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这样会让你感觉特别的松弛，特别的愉快。你这个时候特别想把你这种愉快的心情去告诉你的伙伴艾米尔，可是你找不到他了。他在哪儿呢？我知道你一定要找到他，可他在哪儿呢？王特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艾米尔在哪儿？艾米尔他在。他在哪？何开心，你竟敢催眠我！